I swear I saw it on your face, but I guess that wasn't the case. Story short, I made a move, but all I did was make a fool out of myself. It wasn't cool, the feeling wasn't mutual, yeah. She gave me the cold shoulder, I've been getting so sick of never being the sick one. That's what I get for never being hard to get, yeah, yeah, yeah.亲爱的佩晨，在认识你之前，我身边周遭的长辈还有朋友都说我总是太挑，但我总是反驳他们说，其实假设每认识100个人才会出现一位我喜欢的对象，那要出现两个人互相喜欢对方的情况，这个几率其实只有万分之一。那结婚呢，其实就像互相提供对方终身保固。谢谢你的出现，让我可以结束为期10年的相亲之旅。在过去41次相亲的过程中，我认识了来自各行各业不同的女生，但都没有任何一位比你更让我惊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1111天前，我们第一次在台售 C407 的训练教室见面的场景。虽然当时因为疫情，我们双方都戴着口罩，但是我第一眼就知道你就是我要找的人。谢谢你面对我这样一个凭实力单身、不懂情趣又不浪漫的钢铁直男，还是能看到我的好、我的优点，愿意向我敞开你的心扉，让我走入你的生活。我承诺，我一定会留一点时间来和你谈恋爱。他的好长啊。亲爱的张家全小朋友，就是从今天开始，你不再是小朋友，你已经长大成人了。身份虽然改变了，但是我也希望你记得，我们是在谈恋爱，不是在工作，所以要时常的记得我是你的另外一半。在家呢，不是常常跟我讲道理的时候，是爱的地方吗？除非我们在讨论工作，但你偶尔要让我一下。然后最后最重要的是，虽然我知道你的工作很忙，然后工作也很重要，但是你在有空的时候还是要遛遛我，带带我出门，顺便遛遛你自己。那我觉得未来的日子还很长，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互相一起的扶持成长。最重要的是，当然就是老公我爱你。哇哦。So I lay my head to rest when the sun is rising. I'll start a brand new day when the moon is shining. I long to be with you in all the places you have been. So today I am time.看我、哦！好好往前，继续往前啊！哇 ！OK OK， 好，对，看到老婆，对，嗯，打闹打闹呗。我太美了，你过来吗？他害羞哎、欸，说话害羞哎、欸，好，指一下电脑，对啊。你们可以直接认真开始谈公事啊！哭了，他为什么哭？
女儿，我在那边喝酒，为什么要？